我怕你照片不够，要不你再拍点。我照片还是很多的，我兴趣爱好就是平时化化妆、拍拍照片，我还怕你比心币不够呢，嘿嘿，我得比心选币应该还个。可以，我看看啊。我的比心币有106.8。那还是够的，哎，比心里边的钻石有用没？那个钻石好像是那个是聊天室的，我有好像7000但多是个我钻不石。玩。你怎么会冲到你平时又会用到钻石吗？不知道，我钻石就突然之间就这老些了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我平时就接接单，不是。那你现在是专业接单呗，就是。是的，然后就是也会，就是现在正在学化妆，边化妆边接单。哎，咱们可说好啊，你不能泉水挂机啊，你不能就是啊，那为不了能，那那不能，个赢那了不我能。你就直接挂机。我有个外号，永不投降，世界未亡，死不投降。你不能就是为了死比我少，你就在泉水里面，那这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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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能。行，那我们就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我们就好这些好的人怎打么一上来就把，骂的呢？不你知这把再道。炸，我给 NM 杀了。我打游戏就从来不骂人，那肯因为定你骂不过我他一们。般都是，我是我们队伍里最菜的，我就是没有脸去说别人，我就一般就是道歉，疯狂道歉。你看，我这字儿我都能打出来，你能打出来吗？你肯定打不出来，我教教你吧，要不。我看看怎么打，只要精神小伙在，到哪都，哎，为什么我打不出来呀？哼，哼哼，这就需要技术了，你知道吧？如何才能在游戏之中说出这几个字儿呢？那为什么我打的就是星星呢？你 SHIA。有一个字儿啊，那个傻字儿是上面头没有，你发现没有？我找找，它也 叫是不傻，是这个？但是上面没有头。你看这个 傻我也跟那打个出来了，傻，可以了，学到了。它不是一个字儿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谐音当然不字，要，不要，那确只实不要要骂人啊！傻瓜是可以的，傻瓜，小傻瓜。只要精神小伙在，到哪都是实力派。你这个实力，我这见证到了。这两个字，我以后我会经常，哦，不对，我会偶尔用到的。哎呀，我去傻上个瓜，厕所啊。好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辉煌还得靠自己。欢等迎你来到上英线。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
全军出击。全军出击啦，要回来了。你是不是故意泉水挂机？完蛋了，我这把我不是说好了公平公正公开的，你就刚开局你就挂起了机，你这个人，哎。来吧，阿拉比谁死的少啊？你都泉水挂机了，你我没挂机，我上厕所了。你咋真的进的这么快呢？哎呀！啊，这行啊，一张照片。我被阴了，我开玩笑的，知道你没挂机，你这上洗手间的时间有点久啊你。我没事，我就亏一个兵。嗯。不行，我这把一定要稳扎稳打，我不能。哎呀呀！我能再死了。你上厕所一般上多长时间呢？你就很快啊，就十几秒就可以了。十几秒啊？对呀。十几秒，你肯定上不完。我这身体就很好，你知道吧？上这个身体没关系，你还得脱裤子呢，你这不可能。光穿个裤子，脱个裤子就得十几秒。哪有？就是裤子穿脱不是轻轻松松的。因为我一般打游戏就比较急，我就练就了这个上厕所的时间就。蓝枪的过了一手，什么？你都就地解决？不是，对，就地解决，怕老板等着急，你知道吧？就其实我刚刚说的上厕所也是骗子。吓死我了。梦方，我们这个下路比上把好多了，我感觉。上把这前十分钟你也是000，这把只不过010了。没有，这把肯定不一样，让你看到我认真的一面。跟你打游戏，我发现你可能是前期玩家。我这全程在线。中后期可能不太行了。中后期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。哎，你怎么带个强攻呢？我才发现呢。我这好像插个眼儿的剑圣。可以，这波单杀跳车漂亮。我说实话，一般别人跟我比都比杀的人多，但我一寻思你辅助，那就算了。想说我欺负你？那你这可太贴心了。我就怕你跟我比谁杀的人多，那我肯定就输了。我这万一我这出去让人说，那我得让人骂，这得挨骂了，这得。回家了，5:24。老板，你在我心中的形象还是很高大的。那我1.9米肯定高大。就冲你跟我这波比赛，你1.9米吗？对呀，1.9米。那也太而且我又高又大，又高又大，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哎呀，
闪，赶紧闪走，我们家中单来了。你死了，电击三二一，死！观摩下，你上路可以这波单杀，这个剑姬应该心态崩了，直接零杠三，上路取得了巨大的优势。谢谢你的解说。你除了化妆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爱好啊？其他的爱好就是做饭呀，我想着以后自己做个厨师也不错。啊，你要做个厨师？做不成厨师，我就每天做菜给自己吃，然后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那你的理想好吃好吃的。祝你成功，好吧？那我就是祝福你。那以后可以为家人做菜嘛？因为在我家，经常也是我做饭。希望你可以多多下饭。多多下饭。我现在就这个操作就还挺下饭的呀，我觉得。毕竟我这把打得这么认真，这么精彩的操作。哇抠你，哎呀抠错了。他对你有想法。哎，怎么说？哎呦哇！这个闪现，我居然让个零杠三的给我打退了，我服了。我这英雄真猛。一眨眼又要过年了，时间过得好快呀。过年了，你是去哪里过呢？就在家过呀，去我外婆家过。啊，过年了，你妈不逼你结婚吗？我妈就是她是催我结婚，但是我也没有对象，催也没用啊。我外婆还是挺着急的。每年你妈都不着急，你外婆有什么好着急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年又估计又很难面对我外婆了。我妈她估计知道我没什么戏了，就是找对象这方面，然后她慢慢的也就不提了。我外婆老人家她，我很多事情她不知道。哦，那确实是亲妈。那你家人不会催你什么的吗？不会啊。那为什么呢？你都94年了，你不比我还大？我怎么就比你大了呢？啊，比你大3岁。你，对的呀。我都结婚了，他催啥呀？那挺好的呀。那不错。你既然结婚了，看不出，也是像你这种就是幽默感爆棚的。游戏打得又好的男孩子，没结婚的时候催结婚，结婚了又催生小孩，小孩生了又催二胎，现在年轻人太难了。那你就直接就不结婚，就没有后边催的了呗，挺好的嘛。不结婚会被催结婚呐。你说的对，那就直接不结了吧。结了也还有那么多事，不结也有那么多的事情。因为我决定不结婚了。我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给剑姬儿吧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
小龙我得了，没有了。下塔好像也要没有，但是他们好像发现我们能打了。你留人呢？没太实力吧，可以接受吧。我也才死了一次，可以接受吧。我们现在是旗鼓相当的对手。但是我杀了五个。那你比我还是厉害多了，我是。猪猪来下午二塔都要没了，他不能来这么久。这卢仙，今天我势必杀他一波。这卢仙。可以，就杀这个中路。我相信你，把他杀爆。哎，你遛狗一般都什么时候遛？睡醒的时候遛啊，晚上他有时候吃饱饱了，然后我也吃饱饱了，我就带他下去。因为我家狗比较小，它需要的运动量不是很大。卢仙，俺俩指定没玩卢仙。梁子结下了。我现在说不比了，行不行？行呀、啊。那我肯定什么都听你的，你长得帅，你说啥都对。及时损，及时止损。那不行，那我这不言而无信了吗？那不行。没关系，小问题。不是，你这是审时度势，及时止损，你这是聪明的做法。审时度势，你喜欢玩三国杀吗？嗯，我没玩过三国。你大爷！下塔没了，快溜，快溜！可以爆出二塔，都给我拆没了。卢仙死在你的大棒手下，回家。完了，我这优势没了，我这优势，我这大不大棒的你怎么能知道呢？不是，那个猴子的那个武器不是一个大棒吗？有拿大棒挑人吗？你看你手上拿的这个。剑气好像有点东西，主要是他家卢仙，主要是他们家这卢仙。卢仙刚克了我一波，把我上路给我拆没了，完了，中路让他拆没了。等会我们就杀他，别说了，没办法，就只能杀这卢仙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被这个网号抱起来，我得了，太快了，下路也被针对了。不过我还是对我们家充满了信心，毕竟我们家 AD 一次都没有死过。我得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我到。这波好像养猫啊，不太能打。是的，能打，这回能打了。那我但是我没大招，我不能把你变大了。给你个加速。没事，你给我加速，我去中路把这卢仙杀了。可以。杀了。没啥机会呀、啊。他好像还想杀你。给技能，给跑快快，不行，跑快快了，有大没有？跑吧，还是先
不赢了，没有大，没有大，我刚刚就说没有大，你能走吗？快跑吧，快跑吧，快跑吧！你快跑，你快跑，我勾引你一下，我们俩都没了。人家这，哎呀，没有人，人人在哪里？有点勉强了。稳住，稳住。看来我还是得先杀他们家这个间接人。嗯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我想去做视野的，结果就没了。没了，其实我是故意的，看这样我们两个。你这个剑士，哎，他老跑，很烦。现在我们，哎，行 ，ADC 没有大招，夺住重新开始冲。一会儿你大就给我啊，不用给他们。好好，我全力，我所有技能都给你，你放心。我就跟在你后，哎，这个这边我和完好，没事，我们有人没关系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以为我又要多死一次。我们现在是重新开始，走，好像要来抓你。走，没事，没事，走就行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，走。一会儿团战你就给我变大，给我套个套，没问题。然后让我变大，所有技能都给你，变大变快。得来个蓝盾呢。他们好像去打那个，可以打。没有没有，可以打。你没在打，走。跟我来，来，跟我来。你站在我后边，我先往前走啊。好。要给大吗？现在？那应该不用吧。现在不用给大，这傻了就不用给大了。好。把这打了。怎么跑这么远啊？这个。哎，这个变大可以。哎呦，这怎么先把我直接就给秒了，太快了。这个剑姬差一下，差一棍子把他给挑死了。你看他回血。可以直接。我还是应该杀他们家的那卢血，这剑姬没有什么用。万军从中取下了卢锡，卢仙要个九头蛇吧。继续跟着你。主要我们刚才少个人儿。是的，不然我们刚那波还是，我觉得机会还是挺，他们打大龙这个。1000 AD。5吧，红 buff。他要红没什么用啊。下路好像人有点多，小心哦。应该是打不了。杀 AD， 杀 AD， 过来给我大！
好像打不了，撤吧。刚被追了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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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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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换一挺好。我在跑，我在跑。一换一挺好。我感觉你好没疼的。你要死一下，你死了。少了点控制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他十五级。这卢仙挺恶心呐、啊，他先把中路打爆，然后呢，他再来我上路，帮助剑姬把我塔一推，也导致我没有什么用了。这卢仙坏的不行，他也把我们他确实有点厉害，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高玩，一个高端玩家。你别去啊，他在外面秒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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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给我技能，跑快快！来来来，给技能给技能。我看你往哪走了。我得给吸血鬼看了，哦，他已经很瘦了。小心哦，我在你后面。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小问题。呀、哦，来剑圣了！哎哎哎，给技能能打，六秒五秒能打能打，给技能给技能给技能。可以，这波我们的配合可以，我好大，好起来了，直接就变大。我去出，出不了鞋子。哦，这个卡莎必须得杀。好棒，可以。又是有两路超级兵，没推几个塔呀？我下塔推了吧？好呀。你守一波家。推塔对面，我守家。啊，你守家，我去下路自己推一波。那你注意安全哈。我注意安全。都是一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推塔这个艰巨的任务。我要保证不能死，这个剑姬跟哎。瓦豪在往下路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没关系，我都回去了。啊，你还杀了一个，可以。但这个卢仙好像也去了，我也赶紧往下路赶赶，他好像你不用赶，你不用赶，你就守家就行，那波。行，这个超级兵，哇，你这我应该打不过，这装备太好了，差一点，再多敲一下就行了。老板，你觉得我这局表现应该比上局还是好一点吧？这把英雄稍微有点用。上把的英雄稍微没什么用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好评什么的。好评啊，好评都给的，一般好评都给的，不会给差评。得到了，可以。好了，你人可以的，人品跟你的游戏技术一样杠杠的，这样子你差一点。到肯定了，我这次你不用担心，我不给你差评的，放心吧。人家斗志昂扬，我现在
我们大龙走一波来。走。来一波大龙。对面应该在打大龙。再打，再打，就差一个 Q， 没有打完哦。打完了，这也没办法。那婉豪搁前面站，等我们打小龙的。他还冲过来了。这人确实不是那么很抗死的吧？你看。你个盾！哎呀！行了。没了，我们家少个人，我们家少个 AD。还少个男生。我们是少 AD， 我们是少好几个人，我们家少俩人。他们好像没过来，不然我觉得刚你那波大简直是完美开大，但是就是少点输出，后续输出跟不上。他们都激活我，我也没办法，五个人激活我。嗯，你这个大已经很完美了，这个大招。我看看啊，你一共死了六把、啊，我死了七把，我给你来一单。可以，谢谢谢谢啊，完谢谢，哥。不客气，这都小问题。嗯，你的一单也就是一个我早餐的钱吧，差不多吧。老板，你都给我来一单了，我照片还是要发你的。不用，你不用发了。啊，你都对我长什么样你都完全都不好奇吗？不用发了，我愿赌服输，你不用发了好吧，你不用发了。那我想发怎么办呢？那你要非得要发的话我也没办法，那你发吧。可以。我加你个 YY 好友吧。行，我发，我来发你。我看啊，我加你个 YY 好友。嗯。我先给你来一单，看看啊。也没有多少钱，也就十五块。你这一顿早饭要吃这么多吗？一顿早饭十五块钱还多呀。我一般就是一碗稀饭，几个包子。哎呀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给你来了一单。啊，拜拜好友，你加了是不是？你有没有那种就是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的？有的呀，我视频很多。我可以来两个短视频，短视频什么的，是不是？你比心首页是不是也有？我比心动态很多视频，都是视频，但是 YY 的话。你看我给你发了照片，已经都是视频。现在你那边天气应该挺热的吧？我就开空调，这很暖和。你那边还开空调呢？对呀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暖气，就是得开空调。啊，你开热空调啊？我寻思你吹冷风呢，肯定是热空调呀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这化妆学的还挺好的啊，这化妆学的还挺专业的。我是毕竟是练过的，毕竟是练过。你要视频，我给你找找视频啊。我先看看啊，我先上你笔记首页瞅一瞅。好。不给你们看，哎，我自己看。大家好，我是笔记的 Grace 婉婉，我的笔记号是。
火的视频这不玩啊，火吗？我看有一个拿火柴。啊，那个是火柴的，那不能叫玩火，确实，你比心上是面的划这了个灯。那什么还挺多的。哎，你会唱歌啊，不？我会唱歌呀，你唱歌一般多少钱一单？我唱歌就是你下单就是你下我撸啊撸单我就唱歌呀，你这个要哦，求唱撸歌啊一撸单般就唱吧歌，就。那你也不行，你随便整一首，然后我们结束吧。结束，那我唱什么呢？我唱一个我的拿手歌曲吧。行。唱一个，但是我唱歌，但我唱歌不是很好听，我怕我唱歌的话哎，你你们能听不不能？懂。你能视频不？视频没问题的呀，这个必须能啊！你让我唱歌你就难到我了，你让我视频的话，那我就比心开个视频吧。比心开个视频呢，那也行。对呀。对，也别跟我视频了，跟我视频我挺尴尬的，我这不。那你等一下，我比心开个视频呗，很啊，快行，的。我瞅一眼啊。好嘞，我就视频就别跟我视频了，他自己开吧，他这，啊，视频你们也可以去看看，300777385啊，上比心可以去，我们一块来瞅一瞅啊。你开了我怎么看呢？这个？你就是点我的主页，然后里面有个看直播，它就哦，是那明个白了，送外卖，行吧，你来吧，搞快点。我已经开了，开了，哦，看着了，啊，对，看着了，瞅一眼你啊。就是点我主页，然后有一个看直播，然后 ID 是3007738385，我看就可以进你来这了。个衣服还挺齐全的，你这是学生服啊？我这是 JK，我是少女，哇，怎么进来这么多人呢？JK，你这看，都是我潜还在是客户，国女吧？哎，怎么进来这么多人呢？这个你不用在意，我这个直都播是间我的客一户。直都，我没开过直播，都没啥人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可能那你我今还有一天套小裙比较吸引人，你这套衣服可能啊。子。猴哥来的是什么？我是猴哥，你忘了吗？猴哥来，为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多客户呀？这都是小客户啊。三嫂、二嫂、二嫂好是啥意其思？实平时我这也么。这个开开直播啥的，然后观众呢也有一些啊，有一些他们一看，哎，这个就来你直播间瞅一瞅。你还开直播吗？我开直播。那你在哪里直播啊？我去看看去，我能去你直播间你看看不用看了，吗？不用看了，你非得要刷飞机啊？那你来吧，斗鱼47522。斗 鱼4752522，我去看看去。我平常看直播看的不多，我喜欢看看动漫。475252，我喜欢看我真看人看的，我去。不喜欢看动漫。哇，好多人呐！我看看你，我这平时播一播英雄联盟，他们都叫我猴哥。你的粉丝这么多吗？我惊呆了，你的粉丝是我的多少倍啊？几百倍！天呐！几百个人应该有。你果然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帅，真的，我去，等一下，哇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怎么这么多人看，我还以为你说你是主播的时候，我以为你跟我差不多，竟然这么多人，我都没有，我惊们还呆差挺了，多的啊，我们。
你 ID 叫啥呀？我的 ID 是30077385。不是这个 ID，我是你斗鱼 ID。我斗鱼 ID 啊，我斗鱼 ID 是，我斗鱼 ID 叫王，叫萌妹婉，我不知道在哪看啊，斗鱼 ID 哎，你自己起啥名儿你都不知道啊？我叫萌妹婉，萌妹婉。这边还没看见进直播间呢，不知道没有啊？这我不怎么玩斗鱼，就叫萌妹婉 QAQ 是我啊，的你可 ID。以有的时候我过来想跟看看你直整播个，也可以。我在哪看我的斗鱼 ID 呀、啊？你是网页还是手机？手机，我会经常去看你的，我都没想到我竟然手机首就先你得有个主页，这啊主页，然后你啊，点谢的谢，右下角的红我包。的，看着没？我的。留下找我的兄弟们抢抢红包吧！我发了点红包，大家可以抢抢红包。然后我等会会，还发红包呢？大家可以抢抢红包。然后我等会会抽那个免费的撸啊撸，就是陪你们玩。如果你们不嫌我菜的话，妈那的，我们就可以一红包起抢玩完一了，玩。气死我了！我点到我的了，在哪里呀？没事，反正你要是想看直播了，你可以过来都看看。好嘞，谢谢。然我后真我的也没记想住到你我的会。ID 了啊，那什么萌妹 QAQ 是不是？喂，我想给你整个飞机来着的，但是我好像没有找到那个。不用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这个进直播间看一看就行了，看一看就行了。行啊，那我们你还先这给。样吧，好吧，今天。好，喜欢我的兄弟们可以关注一下我，谢谢火哥，谢谢兄我弟给你点们，个关注吧，大俺家俩可以互抢相抢点个红关注，我给包。你关注一手，你给我点个关好注，嘞，我给你点关注，你给我我点个点关注，了，我给你点个关注，俺们俩一起关我注一点下。了，好，谢谢火哥，谢谢兄弟们，大家可以抢抢红包，我一会儿在直播间，感谢大家给我点的关注，我一会儿在大家直可播以去间点抽。关注，300077385，然后我一会儿给大家抽，抢红包免费玩是不？就是一会儿抽3个免费陪玩撸啊啊，抽撸三个，的，那我问一下，能不能抽4个？4个人一块玩？那没问题啊，那必须可以呀、啊，行啊，这呀兄弟们给我点这么多关注，我正从好来都一没共有一五个下人，子挺长，好的。这谁的飞机啊？谢谢0123群的飞机，这是你吗？不是我在找我的 ID 呢。我现在我找不到斗鱼的 ID 这在哪谁呀？守望看。只看李全国是谁呀？这头像怎么我这样式在的脑袋呢？打充值。那公爵是谁？把他封了。我欠你一个飞机，火哥，谢谢你给我点这么多关不注。客气，没关你等系。我研究明白了，我肯定给你。好，你等记住你。我的 ID 叫萌妹婉。行，我记住了，萌妹婉啊，你的陪本笔记 ID 我记住了，30077385，兄弟们记得点个关注啊。那你行，喜欢我的兄弟们可以关注一下哦，就是左我们上今天角先可这以样。关注一下。谢谢大家关注，大家可以抢抢红包，一会儿我抽，那个免费的撸啊撸的陪玩。多少关注了？不到啊！你涨多少关注了？看看，我涨了好几百关注呢，我操！我我涨才了，是才好几百，我一俺下们就贵涨宾了好几百。7597个人，涨了好几百。说出去，说实话，有点丢人啊，有点丢人。大家可以谢我，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，这么的吧，你我要很少用的。是。那个关注，等你涨到上千了的话，那个你再抽4个吧。现在你先抽一个吧，啊，先抽一个吧，咱也别人太多了，我有点丢人，不行，这有点丢人啊。没有，真的涨很多了，谢谢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大家就是弹幕扣个一。然后我现在用手机截个图，
就是我截到就第一个的，就是第一个打一的，然后就是免费的陪玩，我数，加弹幕打一就好了。然后我截图会发动态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。三、二、一，我截了，那行吧，谢谢兄弟们。没接到我，拉倒吧。第一个是易涵妹妹，易涵妹妹，我等会会发在动态的，然后我们大家有空就一起玩，让你们感受一下我高超的辅助水平。啊，高超的辅助 水平，谢谢反大正家关注。玩了两把，没有一把战绩是正的，兄弟们。啊，记得去点点关注吧啊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那行，我们今天先这样，好吧。好的，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，谢谢好的，大家。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